随便笑不？恋爱第一步嘛，接媳妇下班儿。不是今天就开始吗？那不得先试试吗？万一用的不顺手呢？你矜持点儿。恋爱第二步，亲密无间。啥意思啊？在公司呢。感觉不太对呢，熟能生巧。你矜持点儿。干啥呀、啊？还来啊？我给你系安全带。你要再来一遍也行。不来不来。恋爱第三步，同居。这步还用练吗？我这都有流程的，一步不能少。那我有点紧张啊。哎，早晚的事儿，走，回家。你先去洗个澡。那也行，一起呗。啊。得抓紧点儿，第三步挺重要的。矜持点儿。